嗨，小猪宝宝们，我又来了啊！好久没有给你们录我的卸妆视频了。那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觉得好用的卸妆膏，因为我有没有之前也是跟你们讲过，其实我特别喜欢用卸妆膏，比起卸妆油啊，还有一些卸妆乳、卸妆水，我觉得卸妆膏更方便。所以说，我一直呢就在搜罗各种各样好用的卸妆膏。然后我最近呢就发现一个很好用的一个，而且颜值很高的卸妆膏，倩碧的紫胖，让这个紫色深入我心。因为卸妆膏它，你看啊，它很方便，它这样一罐，首先我带起来就很方便，而且它一罐就可以卸我整个妆面。像我这种出活动的妆啊，就是会比较深，然后剧组妆啊，还有那些生活妆都可以卸得很干净。你看我这个卸妆膏上脸之后，它乳化的特别快，而且就适合我这种敏感肌用，也不长痘。然后呢，用完之后它也不会觉得皮肤很紧，很温和。其实我真的对卸妆产品特别挑剔，我用过好多好多卸妆产品，我每天待用时间那么长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卸妆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如果你妆不卸干净，怎么有后续的一些护肤品的一个护肤呢？那等于就是没有用嘛。而且毛孔如果有残留的化妆品的话，会让你的毛孔越来越粗，就会堵塞。所以说这个倩碧啊，我卸完之后，我觉得首先一方便快，第二我觉得它是能够深层清洁。我每次卸完之后啊，脸上都很干净，就不用我二次清洁啊之类的。最后卸眼睛和嘴巴，然后用水冲掉。是不是卸得很干净？我今天画了眼影、眼线、防水睫毛膏，一次搞定。你们看，是不是卸得很干净？而且你看，脸也不紧绷，特别的有弹性。搞不定卸妆的小红书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倩碧的紫胖子。